哇，还有几只呢？还有几只鱼呢？哇塞！嘟嘟嘟嘟！哇，妈妈又掉走了，耶！噔噔噔噔噔。啊，怎么他嘴巴一进一过去，他就嘴巴关起来了？喂，糟糕，吴欣怡又钓到一只，妈妈落后了。哎，怎么把人家蛇推开啊？怎么可以把人家的钓竿推开？啊，你们两个人在抢那一只哦，要抢那个粉红色的鱼。吴欣怡不可以用手啦。啊，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。哎，怎么一直右手？你犯规！到底是谁犯规啊？紧张，熬紧张。哇，老贵！噔噔噔，剩下这最后一只鱼，到底谁可以钓到呢？到底谁可以钓到？到底是吴欣怡可以钓到，还是妈妈钓到？哇，钓到这一只就赢了吗？最后这一只很难。啊、是谁？哇！好，那关掉，要数了。要数看谁赢。